重新装下水。现在呢，下水已经不漏了，看一眼。OK， 没问题。这个 case 是在北约克，这里呢有一个卫生间的洗面台下面漏水，漏水现在我拆一半了，然后想给它重新装，因为有的地儿没有拧紧，重新装之后咱们再看一看还漏不漏，然后用这个 putty 作为中间的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。好了，我现在都把这个下水呢拆出来了，拆出来了，重新装一次，重新装一次，然后咱们看看漏不漏，就这样。好了，现在呢接了一盆水，咱们试一下看还漏不漏啊，把这打开，这儿垫着纸呢，垫纸呢，然后这儿往下走，口水很通畅，很通畅。对，这儿没事了，刚才是噼里啪啦的在漏，哎，一点都不漏了，可以了啊。